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Gloria， 我系帝王啊。今日咧就邀请个帝王嚟拍一个中史知识比赛啦。事源咧就系因为我系一个中史白痴啦，而帝王都 OK 中意中史嘅。咁加上咧有一日佢就问咗一条中史嘅问题。到底统一六国嘅系边个人？统一六国嘅系秦朝，即系秦始皇啦。而佢答我系曹操。我真心，我先我问好咩料啊你？佢咧仲好有自信同我讲话，系曹操咯。所以咧就启发咗我哋去拍呢一条嘅中史知识比赛，就测试下我嘅中史程度去到咩嘅境界。系啊。不过都要戴定个头盔先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我哋点解讲嘅答案系有错的话咧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系啊。我想我应该会讲啲好无稽嘅答案。系，大家又心谂点解会得到呢个答案？希望大家都会喺呢条片入边得到啲欢乐啦。Game， 好，我哋即刻开始啦。好，第一条先，我问你。嗱，我 prepare 嗰时咧，我问咗你纣归纣王嘅。Uh-huh. 你咁你知唔知纣王佢宠幸咗个女人噶嘛？咁、那个女人叫咩名？点知啊？点知好出名噶喎？你有冇睇、這個？我哋知酒池玉林咯，系咪佢啊？唔知喎，妲己。系妲己啊！哇，系咪叻？你系咪扮唔知啊？我头先，其实我头先有偷睇佢嘅问题同埋个答案。我搞错哦，出猫。OK， 下一条。所以我想问，边个建立汉朝啊？汉朝。姓刘的好似系啊，系刘啊，刘乜啊？但我不想讲刘备喎，即系我觉得是刘备的 friend 啊，因为刘备个仔啊，刘备个孙，刘备个仔添啊。我净系知啦，呢个汉朝好似系唔知有两个人跟住打仗，跟住赢咗嗰个咯。系啊，咁赢咗嗰个叫咩名字啊？我唔想刘邦啊，系。哦，刘邦，哦。尽晒力，我讲咗刘备，姓刘都已经好系咯，你讲成啦，啱咗啱咗半句。O K， 我中学咪学过朝代歌嘅，你仲记唔记得？你背翻出嚟啊！我唔识，我净系识嗰句《春秋战国乱悠悠》。仲有咧，佢有六句噶，诶，唔好俾你睇先。乜乜乜乜夏商周，春秋战国唔系喎，夏商周之后仲系啊，啱啊啱啊，个春秋战国乱悠悠。下一个。我哋啲唐宋元明清咩南北噶嘛，有一句系咩，总之系魏晋南北朝噶咯。咁有咩国？春秋战国之后，我上一条系汉朝咯。我哋知道东汉同西汉啊，系嘛？秦朝去咗边啊？春秋战国之后就系秦朝。系啊，汉朝中间咪出现咗三个国家嘅。三个国家，咩三个国家？唔系三个国家，有三个势力。哦，刘备啊，三国啊，秦汉三国乜乜乜，即系等你嘅中史老师，唔系中学嘅中史老师砌晒佢，你将啲所有嘢送翻翻俾佢。我想讲我喺中学嘅中史，我系从来未攞过七十分或者以上。初中嗰啲真系真系冇试过，合码都识做。初中咧会有一条长嘅 long quiz 嘅，即系多数问你认唔认同啊，或者系呢个皇帝做咗啲咩好事咁样啦。我多数都系答咗两句，然后跟住成版就变咗个空嘅，跟住就交咗。唔该晒。跟住咁我都唔识。嗱，佢嗰句系秦汉三国系全两晋嘅，南朝北朝是对头。第一句就系三王五帝夏商周咯，最后两句系隋唐五代不南宋，明清后帝王忧啦。就咁成个朝代。我都系漏咗几个啫。嘅少少啦。少少啫。系咯，中史白痴嚟嗰阵时 OK 噶啦。OK 啊 ，OK。冇讲白痴咯。OK， 下一条。下一条，好啦，令唐朝。你又偷睇？我冇啊！大家见住偷睇喺度，咁样我冇。令唐朝嗰个力急转直下嗰个事件系乜嘢？那个乱字，我知啊！嗰、那个宰相做坏事咯，我突然之间谂到嗰个唔知咩之乱添。喺入面有乜乜之乱啊？嗰个咩之乱啊？安史之乱。哦。但我唔知发生咩事喎。唔识，你答到安史之乱咗我。我都觉得好叻啊！我呢条你系唔识。战国七雄是哪七雄？什么战国七雄啊？即是秦朝那个啊？是啊，秦朝之前都我啱咪讲啊。齐楚燕韩赵魏秦。哇，你竟然识？哇！哇，好劲喎！我谂住。Yes。点解你识嘅？吓，呢个系由 B B 开始突然间识背嘅一个顺序嚟噶嘛？唔系，到尾秦朝个皇帝叫咩名啊？秦始皇。秦始皇咯。秦始皇叫咩名啊？你头先考咗我。系啊，你记唔记得？嬴政。我一问佢，佢唔知道。
我身上膽嘅故典呢、這個典故出自邊個嘅歷史人物？我身上膽唔係咪講緊嗰個人讀書跟住之後唔知喺度舐嗰個膽咁樣啊？即係苦到佢起身。佢講佢係冇讀書嘅，其實佢冇讀書，佢只係喺度舐個山上舐嗰嚿膽，係令佢記翻起嗰陣時以往一啲事蹟、一啲嘅事情咁樣咯。點會記得個人係邊個啊？叫勾錢。关于三国时期的是蜀国入面的，蜀国入面有五个很出名的将军。怎么会识啊？阿彭啊。你识不识啊？我真的不识。不搞错啊。刘备的结拜兄弟有两个都是。哦，关羽张飞。是啊。那跟着有诸葛亮。猪你的头啊。他们不是 friend 来的吗？好像是 friend 来的。friend 来的，但不在一边。OK， 還有我的 tips， 赵云、黄忠是马超，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好了，下一条没看的，又想出包，不知道有个习惯，我就很想见你用电话的时候就要这样做了。是的，我知道我平时用电话的时候都还有什么事做什么坏事的。是啊，是的，令到宋高宗年八十二度金牌召唤这个岳飞回来是哪位？为什么你没人问这些样的人名啊？没人识的这些。我想头想脑想没想想想他觉得很大脑很易答那些。统一六国已经很容易了，你知道他跟我曹操没去问什么问题。你曹操是啊。你叫什么名啊？姓秦的。你会你真的想逼我答秦始皇啫？系啊，我冇逼你啊，梁呢个。你话俾我听后面嗰个字，我估前面嗰啲。嗱，后边嗰只系攰啊。哦，秦攰咯，系啦，就系秦攰咯。呢头更加唔识喎你。哎呀，你条条都唔识咁样，点样问问题啊？康熙、雍正同乾隆嗰啲系佢哋年号啦，好似系。嗯。咁佢哋本身自己个名噶嘛？我知道，爱新觉罗。哦。Yes。爱新觉罗系佢哋咁。姓啱啦，我就想问清朝国姓系乜嘢？爱新觉罗。哦，终于好艰辛挨到最尾一题啦，你可以终于。好，我真系信心爆棚。好啊，我哋啱 prepare 嘅时候问过另一题，唔系讲过另一个嘢，即系呢个唐玄宗中意咗杨贵妃啊嘛。因为啱啱又讲到佢个丞相阿哥，佢阿哥叫咩名？杨啦。啊，唔该晒，我俾埋后边嗰两个字，叫你估翻成个名字。有两个字，三个字的嘛？是啊，三个字啊。啊，你俾一个字我，我估你嘅一个字。最屘个就系忠。咩部首噶？田字部好似系。田字部。田咗，不过大框框好似系个田字部啊嘛。杨姑。杨姑啊。啊，那个字襟唔襟文嘅先？襟文。咁又咩嘅？我就谂咯，欣啦、啊，跟住公园个院啦、啊，又位啦、啊，又框框喎，框框仲有咩啊？咩字啊？我啱啱写一条，我又讲过呢个字嘅，嗰、那个清朝姓啊嘛。我会新国咯。系咯。乾隆、康熙、雍正，都冇呢个框框。个姓郭。杨国忠，哇！你终于估到啦 ，yes， 读好玩完之后你觉得点？哦，系咪中史白痴？系，我系中史白痴。好啦，要奉劝大家好好读书，唔好第时你嘅朋友或者另一半突然间考起嚟任何问题都好，你都答佢啲九唔搭八嘅嘢之后就都系得个啖笑。好啦，咁呢个就系我哋嘅中史知识比赛啦。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太蠢，不过没的，总有些科目是大家不擅长，可能到你如果有机会到你考我科学的问题的时候，我真的想什么来的，我们拭目以待看看。好，我回去找书先。这样也行，立刻背下的20个元素表是什么鬼。 periodic table 是20个吗？ OK OK、啊、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吗？这个我忘记了。希望大家喜欢今次这条片，还有可以在里面得到欢乐。好啦，都要戴定个头盔，讲嘅嘢可能未必系完全正确。希望正确咯，希望都系正确噶啦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，记住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